家好，我是雲斯頓。跟著直覺走是一個很隨性的節目，我每個禮拜都會分享一下我現在在肯亞的生活啦，或者我以前遊歷的經歷啦，又或者講一些靈性啊、生活啊、世界啊、藝術啊不同的一些話題，亦都有時候我會邀請一些嘉賓來跟我一起分享。所以這個節目就真的跟我名字一樣，是跟著直覺走，看看直覺打到你哪，我們就聽些什麼、講些什麼，完全無拘無束，天馬行空。